我刚忘记把先把身上东西放进去了，然后那蝙蝠跑就冲太快出来了吧？蝙蝠很难打冲到尾啦！蝙蝠，危险分子来了！啊，打死一只！这边来一边打，来一边打，来一边打！哦，好多滚草，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太多了吧？引过来，引过来，引到圈圈里，引到圈圈里！啊，滚草，滚草！好啊，那个警钩鱼的经验。滚草，滚草，滚草，滚草！还有钩鱼吗？好，没钩鱼了。木头需要木头。哇，我的底子啊，我没做事。底子掉了。对，在家里这个都不算做事。滚草。有，你可以做事，上面有那个可以踩灌木丛。哎，我在砍树，砍树了，有在家了，家了。嗯，等一下，蜜蜂干什么？我把你从滚草里面救出来，你追我干嘛？人家睡好好的，你把人拉出来。那所以喵哈下巴的是蜘蛛的。什么喵哈下巴？下巴，喵哈下巴，喵哈下巴那是胡子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刮掉有蜘蛛网。哦、要怎么刮？做剃刀。剃刀。剃刀。刮胡刀。在哪里呢？生存工具类。生存工具类，第一个。工具类剃刀哦，还真的有这个东西。滚草会捡到齿轮那些吗？会。哇，我生蜘蛛网啦！这么久，我捡了这么多个都没捡到，可恶！对啊，几率很低，很低，很。我这张地图没有机器教主那些，对啊，我目前还没看到。是一定会有吗？基本上是都会有啊，对啊。月之石又是什么？就月之石啊。月之石是拿来做法杖用的，那是后期的东西。我还没摸过那个东西。没有娜娜奇。好，那需要我回去吗？我理智有点低，有很多人缺理智。好，那我回去，那我回去。你们什么音乐在谁身上？哦，这个要手收哎、欸，踩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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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踩那个手收，要踩要踩。木炭在谁身上？木炭，木炭就在这一个地上，右下角地上呢。有好，我等下去。两个鱼树枝，两个好。哇，离你们好远哦，隔一个海。什么月之石拿来进化不同东西了吧？月之石拿来进化，好哦。我这个活在这。娜娜奇回来了，冲啊！娜娜奇。娜娜奇要带两只狗狗回来了。跑回去了，他跑回去了，好，没事了。哦，我能看到你。然后后面还有一只、啊、还没回去，你回去。嗯。哎呦，干嘛啦？乱讲话。谁乱讲话？我没有按他哦，他自己讲话的。乱讲。最吵那种。还是不要自言自语哦！不要吵啦！好可怜啊！好远啊！怎么离家这么远啊？是不是现在怪物声了？狗叫声了？狗吗？好像哦。有我听到低吼声。有。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哎呦我！没关系，等一下就一大堆怪物肉可以做肉丸了。哇！反正等一下烤过的肉可以给鸟吃。这好难那个。然后鸟就有那个了。我已经看饱食度了。你快吃那个啊，肉汤啊！那娜奇流浪回来了。娜娜奇。娜奇回来了。一只吃一个。对
啦。看看。对。啊！回礼啊！他有办法拿一个吗？想错，没有你就直接吃啊，按右键就好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要带一个出去。这样扛错啊！那有做安全帽的地板啊、哦。好，你们下来大一点哦。这边，跟着走。安全帽。那其实乱跑啊。打架了，打架了，打架了，要打架了。来了。好，啊、我已经武器拿着了。来了。来了！啊啊！阿杰啊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就叫你过来了，啊、你还被到处走。我不知道、啊，我刚刚想说我离很远的、啊。他就是这样。每个人都有。对，人人都有。他会有几只啊？不要啦，很可怕呢。一个人大概一到三只不一定。是吧 ？Up！后面还有一只哦，后面还有一只哦。勾玉。等下勾一给我。哎，加护盾。哎呦，这好酷、哦！没加到，拿这是这招也有，这不干我的事哦，你们是要扭开的哦。他那骑兵没加到。好了，这反线血量好少哦，超少啊。可你有好多技能。耶、yeah, ，怪物肉哎！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下次让你玩玩看。可会死得很惨吧？很理智，很难玩呢、欸。哦，可以耶、欸。那个上面有那个烤鱼是烤鱼膏，补血的、哦。好，我来。谁扣比较多血去吃吧。我不客气啊。感谢。啊、哦，火龙果！火龙果！我拿去喂鸟。火龙果派。我拿去喂鸟啊。啊，拿去喂鸟啊。它会下种子啊。火龙果，哦，对，你干什么？对，我忘记他，对，我以前都是拿来直接抽掉，我忘记再给你。好了，理智正常了。满了吗？东西没有欧杯了。你要不要直接关到满？可是已经哦，好也行。对啊。就站到这里，站到满了。就站着吧。理智恢复的区域。是疯狂恢复理智。站在火堆不是也会加吗？嗯，我刚刚在旁边没在加，还是加火堆旁边加很慢哦。嗯，荧光果快烂掉了，没关系，零点三天后不烂，直接做那只啊！啊，怎么还有一只啊？白痴哦！就是喵哈离太远了啊，所以狗没追上啊。有一只还在野外的狗，打掉了。打掉了！我以为一直给不到这一只啊！啊，我的只，那是，好吧，你打他吧。感谢，直接打爆！我怎么一直给不到啊？好难给哦！感谢，哎、欸，哇，这只怎么好奇怪哦？那个是那个，他们刚刚说战士，我来啦！蜘蛛战士，我来啦！战士可以养吗、哦？你可以养，可以养，你可以养战士。那留一只给我，他白天就有，他白天就有了，打死他！难给啊！哦，还可以禁锢哎！死了！我的蜘蛛有了吧？那起有了哈，很难瞄哎！瞄还在，我的蜘蛛太壮了，打死他！没有来回理智了，我要出去玩了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的，不要乱来。差不多了。带一个鱼竿，鱼竿加加啥？我要离那个包包远一点，是不是、啊欸？有人扣血了，谁扣血了？小雨，谁？你怎么扣血？我没有吧？有啦，你扣了一些。你刚扣了一点点。嗯，是我乱吃东西扣血了吗？你吃不吃要烂掉的东西？没有啊，我刚吃什么蛋糕哎、欸？哦，那你说不朽的水果蛋糕啊？那个会减生命啊？哦，减二啊！我要怎么让蜘蛛离那个南瓜远一点？哪里有南瓜？就是那个箱子。箱子，我把它拉远一点，然后不要让它动就好了。什么箱子？好哦，就切切斯特，嗯，它不会动了，它就在那了。白痴哦、可是會被咬、啊、那我要怎么去引火堆？带走！要插着边。
所以我可以去萤火堆了吗？可以，不然你就在下面插做一个萤火堆啊。好，我帮你做。所以我的铃铛也是，我帮你做个有造型的小狐狸的吗？好，什么东西有造型的？萤火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的铃铛是狐狸的。哎、欸，蝙蝠，蝙蝠，蝙蝠，你们还有怪物肉吗？这样子有。哎呦，捡到你的勾玉了。蛋糕可不可以拿来做啊？不行，那个是节日的东西。啊，那这个要干嘛的、啊？可以做圣诞树。好哦。但需要大便。新鲜的肉，小肉。哦，看到了怪物肉。小猪背包，小猪背包走路会变慢哦。没关系，我身上没有猪皮，所以说不出来。有人要跟我去刷蜘蛛吗？有啊。我想去多刷一点勾玉，因为他有一个什么 BOSS 大礼包，想要买看看。有手手，有手手。哎、欸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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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踩他手手。那个 BOSS 大礼包就是可以开到 BOSS 的东西啊。嗯，不是召唤 BOSS 啊，不是，是直接是给他的材料。我要再出去玩呢。哦，嗯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蜘蛛网变大了？两层啊。哦，嗯，你知道留那个战士吗？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我才知识更近了啦。你等一下知道他会 K 修了。什么东西会 K 修了？舞台知识啊。哦、oh. ，啊！有战士，你要掉掉掉，有一只给我。哎、欸，我不小心砍到自己的巢会怎样？不会怎样，不会怎样。我家蜘蛛在攻击巢。快点呐、啊！你到底要不要打？你要不要抓啦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浪费，你在哪里？你知道我已经剩半血了，我也快死了，跟你讲。哎、欸，我的蜘蛛在攻击巢，哎，要怎么阻止他们啊？跑远一点。那你哥啊，哥，你又叫我去。你离草远一点嘛、啊！不可能，我们在弄死了，弄死了，杀掉了啦！死光了，死光了，没得抓了。再去其他地方就有了啦！不要抓了，都打死了。草、欸、被打爆了啦！你的蜘蛛，草被打爆了啦！我已经走超远的耶！你应该要去打其他东西，他们才会那个把它抓到。嗯，好吧，完了，最近的草莓了，没了，好不受控哦，所以我不会去抓，觉得蜘蛛没有用，他没有那一种叫他们不要动的按键，嗯，那装备大礼包是很随机的吗？我没玩那个啊，哦，听起来就是抽奖。对、啊，你知道他，你知道他勾玉可以有买的哦，要黄金五个黄金换一个，所以你有买吗？我没有买，太贵了，不如用打怪慢慢打出来还比较好。嗯，他是30个才能抽一次哦。最贵的是30啊，15。哎、欸，是不是你要在我旁边又才会有勾玉啊？我打一堆字都没有哎、欸。好像是、啊、我绕过去，还是我尾刀之类的？哎、欸，不知道哦。可能是你要打死才有。啊，地板清理干净了啊！终于整理完了。我还有一些东西，我还有一些东西丢地上喽！啊！加油！你要不要接啊？接到了啦！滚草，滚草，滚草，滚草！骑士，骑士，是这个尽量都不要打吗？还是不要打？没工厂，不是给他打吗？可以打。哦，好。你的勾玉啦，对，你要在旁边呢。是要他打死，还是他在旁边就行了？不知道。跟你讲，打他最快的方法是用这个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引了小的过来，哦，陷阱啊！对，红宝石。哎、欸，没草，没草，我捡。哦，还有，我捡到寒冬帽。哎呦，有没有肚子饿的啊？好了，你就这样赢。还没饿。宝石度还满满的。哦。
哦，是什么？哦，蓝宝石。好，需要真的需要冰箱，东西坏太快了。我在找，我在找，我在找机器人。这就打完了，要打完了，直接死啊！你怎么没看到？你这样应该就没有那个还那个啦，勾玉。对啊。这个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蜘蛛剩一只？然后啊，会在地上睡觉哦，哦睡觉。你是会死啊！你不要叫那种声音好不好？母汤啊！没有啊，就他自己的配音哦。怎么了？我没魔了，我没魔了。有听到吗？你们死命敲了。敲烂东西。还有拐杖糖哎。哦，所以我才不喜欢玩神乐啊！一直讲话、啊我做了一个很欠揍的事。